感受會唔會特別唔一樣嘅咧？咁都會有唔一樣嘅地方嘅，因為你話平時你話可能拍電影啊或者 MV 啊嗰啲會係即係比較個人啲啦。今次主要係要傳達客户需要嘅信息咯。係啊，因為你廣告的時間短啊嘛，咁你要即係我諗你每一個 shot 都係好緊要咯，你傳達嘅信息只有好少嘅時間，要一擊即中。咁啊，呢次就同阿 Tracy 啊、Oscar 啲合作覺得點啊？我非常之開心啦，我覺得佢哋都非常之專業咯，同埋尤其是 Tracy 啦，即係佢口才又得咁啊。另外，其實個個都好好噶啦，有啲即係可能自己唔係演員嘅，咁都真係好盡量，我覺得非常滿意咯。咁啊，呢部電影都有合作嘅機會。咩啊？即係啲電影都揾阿 Tracy 合作下。會啊，即係我覺得佢不過人哋都係一個律師啊，咁我唔知佢做咩，對於演戲有冇興趣啦？有啲比較緊要啲嘢做啊佢。除咗電影之外，會唔會歸有咩？你講緊佢啊？邊個啊？我會噶，我咪即係其實只要有好嘅角色都會，尤其是如果係香港嘅電影或者電視劇都會支持。有啲咩角色係好想試下嘅？咁又好難講喎，其實你每一個角色，即係意思即係話你每一個譬如話你演咩都好啦，你演一個律師咁樣，你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咯。其實係睇嗰個導演同埋編劇點樣寫嗰個角色嘅啫。咁或者會唔會有啲人好想合作？太多啦，講唔曬。香港咁多優秀嘅導演，又有啲係我嘅偶像嘅導演，有啲係新一代嘅導演，我都覺得非常之優秀。咁嚟新演員係自己特別對佢有印象或者睇好？新演員啊？都唔新啦，上次阿康仁嚟，我都貼咗話佢實贏啦，嗱果然贏啦，我都要係咯，即係。上次你話可能想真係再合作，咁其實有冇集中傾過？真係會傾下。阿康仁，係啊，佢有冇時間啊？依家一定係我要排隊啦。哦，嗰邊有繼續傾翻啊，因為早輪我都飛咗去美國，咁你知啲嘢停咗，咁就要慢慢又再開翻，所以未知道。咁你自己嘅理財咧，你理財嘅作風係點樣啊？我理財嘅作風，即係保守啊，定係投資？我梗係唔識啦呢啲嘢。咁會唔會係交俾太太幫你打理曬嘅咧？佢梗係叻啲啦。就係咁啦嚇，你問佢下次嚇。我都講下冰城白金沙嘅場，非常。香港做嘅時候我會咯嚇，因為我呢排都喺香港。幾時會有你哋再合作嘅機會？唔知喎，呢啲順其自然啦，有好嚇。好啦 ，thank you， 唔該曬。